W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，司颖莎4-2战胜王艺迪，夺得女单冠军，这也是莎莎新奥运周期的首个冠军。六局比分11-7、6-11、12-10、4-11、11-8、11-4，我们听听孙颖莎的夺冠感言。今天这场决赛，其实我觉得我跟大迪其实双方发挥的都非常精彩。其实确实赛前自己也其实就抱着去拼，然后在赛场上就是去尽快找回自己最好的状态。其实对于结果来说，自己并没有想的特别多，但当然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俩的发挥其实都非常好，其实确实打到后面感觉自己的状态啊，包括感觉也是越来越好，但我觉得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展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。我昨天晚上我觉得确实吃的可能比迪哥好一点吧，不过可能今天确实我赢了，不过没事儿，回北京我请他再吃顿好的。我觉得其实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，澳门这是新的周期的第一站比赛，然后其实确实现场也从第一天一直到最后的决赛，我觉得确实都来了非常支持我们的一些球迷跟朋友吧，当然我觉得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，然后支持中国乒乓球队，支持我，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